们要为你加加油，加油加油加加油，加油加油加加油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加油加油，小宝贝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加油，小宝贝，挥一挥小手拍拍拍，抖一抖太久嗨。我们要为你加加油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加油小宝贝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加油小宝贝，小小智慧树快乐做游戏耶。西瓜，我是大西瓜。橘子，小橘子，我是小橘子。西瓜，大西瓜，我是大西瓜。橘子，小橘子，我是小橘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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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起做游戏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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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起做游戏，啦啦啦啦啦。我也是跟小朋友们学的。真的啊？哎，跳这个舞是为了要热身吗？哎，那我们每次游戏之前呢，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们也要热热身。下面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。啊，跳起来！嘿，小朋友，你怎么还坐着呢？快点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热热身吧。大西瓜，我是大西瓜。橘子，小橘子，我是小橘子。西瓜，大西瓜，我是大西瓜。橘子，小橘子，我是小橘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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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起做游戏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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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起做游戏，啦啦啦啦啦。不要掉下来，大蛮牛。
是我们的牛厉害啊！好，大家都要加油！有请我们的鹏鹏大裁判。现在都听好鹏鹏大裁判的口令，预备！啊！接下来我们要给他们颁奖，请小橘子们登上领奖台。有请。好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大西瓜给他们挂上奖牌。小小的，哦，拥抱大大的，我是小小的。
啦啦啦啦。小橘们不要跑远喽，离妈妈近一点。小黄鸡离妈妈近，小白鸡离妈妈远。哦，快看，美丽的蝴蝶。小鸡宝宝，离蝴蝶远一点，不要吓跑它哦。哪只小鸡离蝴蝶近，哪只小鸡离蝴蝶远呢？小白鸡近，小黄鸡远。哇，又飞来一只蝴蝶，红色的蝴蝶。现在小黄鸡身边有两只蝴蝶，你知道哪一只离它近，哪一只离它远吗？红蝴蝶离小黄鸡近，蓝蝴蝶离小黄鸡远。哈哈，没错。我们先把离盘子最近的那个水果放进盘子里吧。哪个水果离盘子最近呢？香蕉。对了，香蕉快进盘子里吧。接着我们还是把离盘子最近的水果放进盘子里吧。现在哪个水果离盘子最近呢？橙子。哈哈，答对了，橙子，快到盘子里来吧。现在还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柠檬，哪个离盘子近，哪个离盘子远呢？苹果离盘子近，柠檬离盘子远。都到盘子里来吧。智慧树教员比赛开始啦！好，今天参加比赛的小选手有小兔子、小青蛙，来来，还有小袋鼠。现在红梦大裁判宣布比赛开始。首先是小兔子走上了比赛场地，看他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呢。哇，兔子跳得很远啊。现在上场的是小青蛙，哦，它跳啦，它跳啦，它的成绩会超过小兔子吗？哦，小朋友，是小青蛙跳得远，还是小兔子跳得远呢？小兔子跳得远。哦，我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现在小袋鼠要上场啦。本次我们跳远比赛的冠军的是小兔子。
一个土豆笑呵呵，两个土豆圆滚滚，三个四个土豆跳跳跳，五个六个土豆拉拉手，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这首好听的儿歌吧。快点跟我们一起学儿歌吧。一个两个两个土豆圆滚滚，一个两个两个土豆圆滚滚，三个四个土豆跳跳跳，三个四个土豆跳跳跳，五个六个土豆拉拉手，五个六个土豆拉拉手，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，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。哇，太棒了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。哦，小朋友，我看到你了，嘿嘿，你也学会了，快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跳一遍吧。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，一个两个土豆圆滚滚，三个四个土豆跳跳跳，五个六个土豆拉拉手，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。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，一个两个土豆圆滚滚，三个四个土豆跳跳跳，五个六个土豆拉拉手，七个八个土豆笑呵呵。妈妈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
见了。拖拖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拖拖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们。